我们的小琪，这应该可能年纪还比我们轻呢。真的，卖讲年岁啦，讲讲会变我上高啊，对不对？
真的，可能保养了就好哈，所以更小心。咱今仔日的歌手吼，真的每一个都很好听。对，哦，咱小齐在倒？台南。台南的。阿秋，我是你向慧玲的歌。台南的向慧玲，对不对？向慧。哦，伊嘛是台南的咧，我甲你介绍，即台南的林志玲。刚才伫车坎落来的。啊，你要介绍我一个高雄，高雄。高雄的金城武。哦，高雄。我一般若讲北车拢会。等我较瘦的就行啊。哦，我即嘛是迄个哦，哎，万梓良，哎，较肥些话。哦。啊，伊有当时看心情。做无礼貌的，唱甲大，笑甲大细声的。我们把荧幕拉直的就好了。对了对了，谢谢哈，谢谢那个小齐，真的唱的娇贵，不比原唱差哎，真假，甚至超越哦。真的，今天来耶，那个我们那个慧文老师搞出来，好像真的都很会唱。真的，今天哦，大家真的都很棒哦。我听听哦，我等于应该更加哦加紧练习。好了，真正和恁拼到超贵啊！我们是爱到超贵。荧光幕前的小妹跟我大哥大姐都比我那高唱，真的是。很厉害，高手在民间。小齐唔那要唱歌，佮兼要做一天的主持人。来，你名阿边什么大名？咱做伙邀请后一位佮来唱。好，咱欢请后一位，叫做李素英。李素英，素英大姐唱的是《醉金花》。醉金花，邀请咱全国的好朋友做伙来听歌，谢谢。好啊。